随着政府昨天宣布放宽多个领域的行动管制之后，教育部部长拿督拉兹吉丁今天下午5点也召开记者会宣布，全国学校全面复课，其中学前教育和小学1、2年级3月1号开学，小学3到6年级3月8号开学。教育部让小学生而非中学生优先回到校园，是为了让孩子们做好心理建设。Bagi membolehkan anak-anak ini membiasakan diri dengan SOP di sekolah, khususnya anak-anak yang baru masuk ke tahun 1 sebagai contoh, maka KPM telah membuat keputusan supaya murid prasekolah, murid tahun 1 dan murid tahun 2 akan ke sekolah terlebih dahulu. Ini akan memberi ruang kepada guru-guru untuk membiasakan anak-anak ini dengan SOP baru di sekolah. 至于中学生复课方面 ，A 组学校如柔佛、吉大、登嘉楼以及吉大4月4号开学，其余属于 B 组的中学则在4月5号开学。拉兹吉丁也说到，由于大马教育文凭考试即将从2月22号开始，直到3月25号，为了让应考生有舒适和安心的考试环境，因此教育部把中学的开课日期安排在4月之后。所有在教育部旗下注册的私人小学、中学以及国际学校也是和政府学校同一天开学。至于那些没有向教育部注册的学府也受挫，根据教育部规定的日期开学，并且遵守防疫措施。另外，寄宿学校1年级的开学日期落在3月1号。